慎之物。哦，这个保护这个蜘蛛的。明月一寒。大蜘蛛首次登场，月泄寒霜，神魔共死，取入婆娑平沙衣。请问这游戏只有光刻暗暗什么都没刻吗？暗什么没刻？所以这个暗什么其实取入婆娑平沙衣，很多时间很吃亏，就是这样。暗只有它本身属性会高一点。中了音色，取入婆娑平沙衣，中那只就不好，不好。取入婆娑平沙衣，取入。死不全种，属性刻到倍率是多少？弓箭手打飞行系倍率一样吗？70%的样子，我记得是70%。倍打是1.3，倍打是70的样子。取入婆娑平沙衣，神魔共此破。哦，25啦，75，就是敌方打你剩75，你打对方是1.3。我原本以为是30/30/25，你点进去这边有血啊，左上角这边点进去有血，克制效果。赴汤蹈火。就是打不取入婆娑平沙衣，抽到黑龙布就很惨。谢谢。取入婆娑黑龙就很惨，有一点呢、啊，是有点糟糕。神魔共此破。我今天就出了两次彩儿衣表情符号大笑，黑龙加音色表情符号难过。这有点糟糕。神魔共此破，取入婆娑平沙衣。悲剧。此曲如何？赴汤蹈火。赴汤蹈火，等他过来。那黑龙还是能练吗？黑龙就练得没什么上场机会啊，除非你后期要打 PVP， 不然就是你前期要像那个架子那样，你心术一开始就很高，就是你有办法直接抽到五星那种的。死不全种，神魔共此破。打错了。取入婆娑平沙衣。
其意可恋。取入婆娑平沙翼，赴汤蹈火。取入婆娑平沙翼，取入婆娑平沙翼。此曲如何？墨菲定律币中抽到最差的。一不用练太高了。淘宝单兵里卖到350人民币，表情符号惊讶。一不用练太高了。单兵350人民币，我太坑了，打人家当盘了哦。手抽要抽啥？阿反斜线。手抽，简单的话就是抽凤凰月啊，凤凰月最简单啊。那屁屁弹哪支比较好？取入婆娑平沙翼，神魔共此破。弹哪支比较？屁屁就不用弹了、啊。你看我有些出弹的吗？从来不用弹。平沙翼，此曲如何？完全没有出弹的必要。结束，都是攻击小优打到底而已。这游戏坦就是被设计的太弱了，而且坦你前期三星都真的不坦了、啊，你真的要五星以上才会坦。可是你除非你就一开始课很大，可是你们自找的。对，你只要把黑龙练到五星以上落位，那当然就很坦。对于前期来讲，五星很高的。可是做的事你不太可能前期弄到五星黑龙啊。